观众都知道啦。在那一天，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摇这个断灯可能是好几年才会出现一次的，我这个断灯每个月都有一次，我们称它为断灯天。对，你们就问瑶，如果现在是瑶去开台，你就问他一下，说，哎、欸，那个主播啊，你那个平均一个月断灯几天啊？对对，如果他表现出一副很忏悔的样子，说，我这个月断灯一天，不然我平常是不断灯，你就可以来笑我了。我平均每一个版本都会断灯一天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就是会。对，明明就是天天都，虽然说我平常没有什么在玩，可是就是会记得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就是会记得去断灯。